丰的笑容，真的有，真的有南部感哎，瑞妹妹为什么？超南部的会这样子，有气，只是随性好不好？随性，走路走路这种气，随性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听大飞说，我们听男生的说法，大飞不要乱说，很漂亮，走路很漂亮，不是啊，就是走路真的有一种比较狂放不羁、洒脱、员外感，对，员外。杨无题在笑什么？杨无，我看伊在捡垃圾啊，你知道吗？捡个垃圾，你不在乎。北部到底会怎么走？你来走，比较含蓄，而且他们笑不会那么开，对，他们会含蓄，笑容有点亮光。你看他的笑容，你看他的笑，早就被装开了。哦，好，所以其实像怎么样？默默，刚刚看到玲姐走路，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哦，我们比较随性，他们比较拘束。你有办法学他那样子走路方法？你说比较拘束吗？拘束的那种。好，我来试一次，好。好。够格。玲玲说有一种悬疑感，就是说，沙特蛋，悬疑，还有一种悬疑，他先下面悬疑，对，他就有一种很悬疑的悬疑，对啊，是突然有那种绑手绑脚的感觉，碰碰会吗？哦，我会多练习的。哎，对啊，哥，你为什么叫碰碰呢？哦，因为我喜欢打麻将。哦，对，你喜欢碰碰碰。对，然后因为我还姓彭啦，我姓彭。对，我先让小玉碰碰。因为南部就是会真的会把你日常生活用品，然后真的就把它变成你自己的小名之类的。日常生活的用品，用品，居家会用到的，没有这样。屁啦，所以你叫小便桶吗？日常生活的用品。好，待会我们慢慢聊啦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。那除此之外，我觉得南部女生比较率真吧，我们不会就是随便掩饰我们自己的情绪，我们会把情绪都发泄得很好，生气就生气，快乐就是快乐。而且其实还有一个特点，还有一个特点好像是南部女孩也比较容易跟长辈相处，是吗？嗯，对，因为我们南部都需要讲台语啊。如果你不讲台语的话，其实会被长辈就是唾弃。那有，因为常常都必须穿的比较少。我觉得不一定的，因为我有看过胖胖的一样穿那个无肩带，然后穿大裤，橘皮也露啊，对，橘皮而且皮皮也露出来，对对对，然后穿高跟鞋。高跟鞋，对，那染金发，染金发，那你讲染金发，就是我们不会管身材啊，就是很热，我们就会穿的，就是比较紧。可是碰碰你本身其实算皮肤很白，你这边怎么样保？哦，因为我有防晒。我必须郑重的问你，你到底会不会唱《非常你》？非常你，我台语北京邓啊，我不会讲台语。哦，你不是？对啊。就是我是外省家庭，那为什么你国语这么的，就是到底像台语吗？没有，就是要融入当地的文化。融入，我刚才教了好久。融入，融入。他这两个字一个字念不好，这两个字我刚才教了半小时，他就是念不好。融入，融入，融入，是鹿茸吧？是不是？那你要酒啦？融入啊，就是要融入啊，因为这样子那个长辈会觉得说比较有亲切感，他会觉得就是比较好讲话这样子。不过刚刚其实讲到穿着的辣，我们真的要看推派代表来看一下。是的，北部代表就是玲玲跟瑞妹妹，请出列。来，我们的就这前两位啦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现在看到这四位妹妹站出来都不用看手上衣服，那瑞妹妹你怎么了？哇塞！哇，瑞妹妹 ，Ken 哥简直是。天哥，你眼睛在看哪里？什么？眼睛那么大，很明显哦。我没有。你手想摸什么？手想摸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按摩师啊你。哦。哇，瑞妹妹平常都穿这么集中啊？嗯，还好。其实平常都还蛮平口的，只是因为今天要辣妹，所以就其实我觉得台北跟南部的差别就是，其实台北的都会用 new bra， 或者是我们可能会穿 party bra。Party bra 比较集中 ，Party bra 是什么样？就是可能后面是这样子的。你给 Ken 哥看一下 ，Ken 哥 ，Ken 哥怎么样？先看一下。你不要摸，你要看的。看不到啊！哎，看的是哦。
好了解。然后可是北部不南部他们可能就会穿阿妈内衣。阿妈内衣，我们要来 PK 一下妙丽往前一步，跟瑞美往前一步。阿妈内衣呢？有吗？而且他们比较不会就是去挤胸部，他们比较。自然是不是你都不喜欢挤胸部？我觉得胸部这种东西，他们就是呈现自然就好的状态。如果你太过于的去集中，他们可能会觉得呼吸不过来吧。对，他们好像比较不会竞争，可是台北就会比较竞争，就会觉得哎，不要你胸部怎么这样子，就会觉得你会想把它拨一下。可是我们可能就会想说，哎，你的事业线怎么好像快要到喉咙这里，好奇怪。那跟南部的你会接受瑞美美帮你拨胸部吗？哎，我拨胸部超厉害的哦，要不要拨看看？哎，我好像还有点事情。他不让他拨，还是碰碰要拨吗？我觉得胸部要舒服就好了。你想让他？可是我有拨哎。没礼貌。去你们背对镜头去拨过来，你要下。我还是又拨。你第一点就有。有。我有。哦。所以碰碰唯一不能拨的是算合格啦，是。对啊。他比较不合格。所以其他可以拨，对不对？都没办法插话哎。玲玲要不要？桃姐，玲玲哭了啦。她说她不能，她没有胸部可以拨。您拨的电话，那拨电话就好啦。拨收不到讯号，是空号，是空号。零拨空号，是零号，是空号。我们不讲胸部，胸部刚刚已经讲很多细节了，光是内衣可能就有很多不同功能。但是你看他们其实下摆都一样短吧？哦，对呀，对不对？而且都蛮性感的，李晴。你短裤短裙是已经必要的规格，很多。就即使上面没有办法，就是只好下面出去。下面出去是上厕所吗？去哪里啊？那李晴，请问一下，这样看得出来南北部的差别吗？一样都很辣。我看不出来，我觉得他们三个是一挂的，就我一个人很孤单。哦，这边是有胸，这边是无奶。木兰，这是长腿。是是，那我们看一下他们准备的衣服，好吧？就除了他们会穿这样，平常他们穿的衣服，玲玲穿的是，我今天带的是我平常比较辣一点的。哦，才哥。哦。然后哇，斑马，这是一件事。对，然后它可以拉平口。但你一定都会准备一个安全裤里面。对，我一定会，里面一定会穿这种短裤。哦。我也不会穿安全裤，就是会穿短裤，可以露出来的。没有，你都没有露出来啊！你这样看起来超令人遐想。对，其实就是性感嘛。对，他其实都穿好，但是然后还有像这种，它就是一个这种风筝背心，然后你里面其实穿一个小可爱或什么背心，然后绑起来就还蛮有型的。嗯，然后下面也是一样，就是短裤，还要讲究有型就对了。对，露腿。好，那瑞妹妹。像北部如果去夜店的话，就会穿像这种的。哦，下面下面。下面有吗？下面有，就是短裤。下面的话可能会搭配短裤。那短裤的话，像这种就是你穿下去一定要练，屁股一定要练，因为它会露出下面屁股。对。然后像这种就是会露出旁边。哇，你超辣的！所以他们短裤都只有遮阴的作用而已，其他的完全是屁屁蛋蛋也露出来，侧面也露出来。好，来接下来，哦，因为我们南部就是天气比较炎热啊，所以我们种的是材质的部分。嗯，炎热，对，我们种就是要对啊，你念的炎热，舒服的材质。嗯，对，就是这种，哎，真的，就很舒服，为你打扮，舒服啊。但像刚刚玲玲那些衣服，其实也蛮，嗯，那件我也可以接受，我很喜欢，对对对。嗯，好，那请问一下妙丽，南部的话可能就是比较 colorful， 就是色彩鲜艳的路线，对对对，因为天气比较炎热，对啊，所以你可以直接穿，是露出肚子来。这如果去垦丁的话，我觉得应该还 OK 吧，就是夜店啊，就是色彩比较鲜艳，会比较符合南部热情的感觉。了解，好，谢谢两位啊，谢谢。这个腮红还好啦，中间是一个比较亮点。因为腮红可以展现一个人的气色，所以说就算不化妆也要画腮红。对，所以你会素颜然后素颜画腮红？如果真的需要气色的场合的话，我会这样，因为好懒得画隔离霜。那种媒婆，气色的场合是什么？对啊，好懒哦。大红口红。其实平常跳舞步应该有一些素颜的舞步，大概是长什么样？我们舞步就是随性啊。哦耶耶！来来，泡泡，我们找那个不套钱可不可以？我要喝酒开会，酒，他可以来啦。来，我拉个微微来，微微，微微陪一下碰碰。微微，你陪他嘛？对啊，加油啊！
大概是谁？好，来，芊芊也来吧，芊芊来啊，芊芊南部的，梅子来，来啊来啊，大家拢南部的嘛。啊，丽文我们看过了哈，不用。好，现在大家来到的是在高雄八五大楼旁边的 Lab。不会指啊，拳头，北部。好，北部感觉起来就是比较硬，而且比较挤。北部好像比较摸自己的感觉。对。北部比较不奔放。比较不奔放哎。不搞那种小众的感觉。好了，温妮是顾包包的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。温妮，请问你满18了吗？怎么可以进来呢？来，Ken哥分析一下，刚刚碰碰他们的舞步是……哦，这重点在于手的这个运用，对，手、拳头以及食指，食指怎么用？他一定是这样，拳头就是互相指来指去。对他们好像比较喜欢就是手这样子，就这样发射出去，感觉在吐丝的感觉。啊哈，有蜘蛛丝的感觉。哦，他们现在刚北部呈现是一种一直手指在摸自己的这样子，自摸，对，一直摸自己，不太一样。北部的比较摸自己，对。哦，怎么样，大飞？我发现北部的女生跳舞会容易抱在一起。对，你看他们一出来就抱在一起，两个女生就黏在一起。对啊，壮胆。那我们现在请北部的跳南部的舞步，南部的跳北部的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来，瑞美美再出来一下，瑞美美跟那个玲玲啦，就你们两位啦，对啦，北部就你们啦，你没有跳南部的。然后那个碰碰请出来，跟微微来，就指来指去耶。好，我们先请北部的跳南部的舞步 ，music。你眼中的那个北部妞是怎样？他们跳，他们就是会很有韵味，就这样。Next level visual shit， 比较小，对对对，比较小。南部，表情。南部呢？南部就。好热情哦，好好哦。北部，好到他好累哦，疯了，是魔女，是，哎，南部，算了，好了，掌声鼓励，是，好优秀哦，对，哦，微微，不过今天真的要谢谢这几个南部妹妹，她们还要读书，还要特地为了我们节目，对啊，好远哦，跑到摄影棚来。天真活泼又热情又善良啊，所以其实这个北部南部要互相交流一下。北部这些这个斜亚的妹妹会教你怎么拨胸部啦，好不好？好，再次谢谢三位正妹，谢谢。